之间呐、啊，都是在不调和中，都在毁坏中。难怪啊，佛陀那2000多年前就说时间与空间呐、啊。时间是很长久的累积的时间，还有空间呐、啊，天地之间总是呢有成住坏空的时刻，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时代里，因为五浊二世啊，助长了这种大乾坤的在坏空中一直在破坏啦，坏的尽头呢，那就空掉了。当然，这还是说。觉就是长时间，不过我们呢，过去累积的长时间，众生啊，就是因为心念，那就是生住意灭中这种的心念啊，就是啊，善恶不定，有的时候众生啊，有了善心、善念、善的行为，让这天地之间、世界和平、和睦相处，这种太平世界。那当然，这就是因为呢，众生共福，有的福那是从善呐、啊，就是这样的废去，就曾经有过太平盛世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间呐、啊。但是呢。恶善念消退以后啊，恶念一生，那就会有浊众生的心念恶不断累积呀、啊，身口意就是造作了许多的恶业，经过了长时间的累积。这样的恶就是很盛，那变成了浊世，很污浊的世间。啊，现在的人心啊，道德理念啊，就是慢慢到了这种的末端，就是时代的末端。这个时候叫做末世。末世的时代里，没有道德伦理观念呐、啊，造成了世间呢很混乱，所以累积累积呀、啊，就变成了坏劫。在这样的浊世的时刻，那坏劫呢就出现了，那坏。就是损坏的意思啊！天地之间，天灾损坏了大地哦，不断的呢出现呐、啊、一种很令人感觉很惊怕的事情。看到了，在墨西哥的中部里，火山已经开始喷发出了浓密的火山灰，哈、啊，火大不地熬啊！这种地底下的地热呢，
不调，它就会发生了这样的火山哦。还有看到了日本又有一个很浅层的地震啊，这都是呢在大地不调啊，看着看着都是很令人担心啊。那么人的心态啊所造成的呢，会波及到了更多人哦。这一次叙利亚呢国度里面的内乱啊，已经呢多少难民逃出这种国家的，因为心不调啦，善恶当中呢这种的彼此的拉拔，恶念一生呢，那就是这样的，就造成了人民的不得安宁哦。看着实在是感觉人生何其苦啊，就是两个字，不调。因为呢人不调啊，天地不调，都是归纳在人心不调，会造成这么多。刚刚也看到昨天的新闻，也有从大陆来到台湾，发现了孩子发烧，母亲呢赶快送医到门诊，早上啊松了一口气哦，已经知道呢那应该是一般的感冒。现在有了感冒呢的痰烧色变啊，只要呢体温啊又偏高啦，发烧啦，或者是咳嗽啦，那都会呢提高警觉，那样的戒慎着哦。那这都是呢我们也要有的。也看到我们的环保站啊，好戒慎虔诚哦，每两天都会从周围环境啊，先用漂白水洒净一下哦，也要保持的那样的干净啊，然后呢，发给大家呢，这种口罩一定要戴哦，手套要。这都是呢很谨慎，这都是呢我们要有平常的保持的身心健康啊。有看到了也是很令人不舍的信息，林洋港先生啊在台中家里呢安详往生啊，他一生的这种为国家社会的付出，他为人都是很清廉啊，是很令人敬重的一位长者，曾经呢也是很关心个慈济啊，很多人啊都要去探望的，家人呢都在外面呢啊，婉转的致谢哈、哦，就是要依照这个林洋港先生的遗嘱，不要劳师动众，一切就简，实在是很令人呢敬佩的一位长者，很多人呐、啊、都很不舍啊，这都是一生。不过他的身后呢，这么多人在怀念着他，这就是他的生命的价值啊。所以我们平常啊，要好好的为我们的一生。顾好心以身吼，那你心嘛爱顾好好，时时呢顾好这一念呐、啊，人生的正向正念吼，那
正法好好的法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那么我们呢，把握这个时代才是真需要呢天下人尽一分力。所以天下事，天下人尽一分力，能这样子呢，但愿呐、啊，在调和人心，净化人心，让社会祥和平安，这都是我们天天的虔诚的祈祷。